等等，我到底是跑学校都是怪跑了嘛？打个礼包庆祝一下噻，这不是件好事儿吗？咋样？我是认真的呀。那些坏人专挑我那种漂亮甜妹儿，像我那种坐在街上披着个帅气走了。你笑了？我觉得你对我的误解有点太深。我天哪！我不骗人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虽然外表很漂亮，但是你开口应该就把别人黑的跑了，应该不至于会来怪你嘛。我就哎呀！你是无线吗？我跟你说了，这儿你咋怪你跑了的话，我的手机在我汉里哪个联系我？那你就在我那个在德物上买的糖果智能手表噻，可以查看通话、微信聊天，还可以人脸识别、扫码支付，最关键是还可以打游戏。我也给你买了一块的，现在德物520活动，点评论区更划算，都是品牌直发，有赠品保障。结果你是为了送我礼物才故意不选我，你说搞那些反差真的是。我是因为距离产生美，弄好我们两个婚都没结的，看到些人跑的噻，不跑得跟他们抢票，可以吧？我们都是洗衣机买错一半，不要在这说别个鬼错一半。哎呀，红家都如此美好，你却如此暴躁，哎呀，不好，不好。抖音。